一个人心中好，他都有一尊佛，然后信仰不同，他所要求的也不同。今天这个翠友也是看着我们的视频找到我们，叫我们帮他设计做一件那个准提佛母。然后呢，我们也是根据他的要求选择了一块料子，然后背面几乎是以黄物为包裹的，中间有一坨的那种白肉，也是根据他的那个设计图的要求来排放了。讲到这里我们也跟大家了解一下他这个准提佛母跟千手观音他不认真看有点相像，只是在法器上面还有就是面向那些有一些的区别。在雕刻上面我们也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区分出来。这个那样子的大概设计思路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以中间白肉的位置做人物的一个主体，然后旁边这些手然后我们利用白肉来做，像上面的这些我们利用红物跟黄物的交接处来设计的，下面的那个莲花座我们都是用白肉来做的，旁边的这些线条我们只是勾略一下，然后背面的位置后期要看这个料子推到的一种程度，然后再来设计一个那个图案。粉丝沈料定制的那个准提佛母已经抛光完成了，在自然光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起货效果。细节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莲花座的细节，还有就是人物背后的那一些的图案俏色巧雕，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往后面推销的。整体的料子的造型我们在台形上面然后给它设计的一个椭圆形的一个造型，背面的位置我们只是点缀的一个荷花的一个造型，跟前面的题材呼应起来。